能是话说太多，水喝太少了。我今儿一直在面试。下次注意。嗯。都没有人给我做早饭了。冰箱我都给你装满了，一共七种，你每天拿出来稍微热一下。哦。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呢？唯一有外线电话的地方。啊，实训基地，那就不能拍照了。当然。是不是生病了？没，刚才喝水呛到了。现在换季，你当心点，别感冒。好。嗯。我想睡了。说句好听的，比如说，你想我了。我同事没走多远，他们都能听到。你不早说。你笑什么？你嘲笑我？没有。好了，我要睡了。你早点回宿舍吧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你说一句不怕他们听的。不说算。嗯。我挺想你的。算你有良心，我也是。我睡了啊，晚安。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好像怀孕了，还没去妇产科检查，想等你回来一起去，一起知道答案。没事儿，就是召唤一下，你忙吧。今天格外想你，我何尝在等你？嗯，下次说话悠着点。跟你说，我买了鸡肉、土豆，还有烤炉，还有羊肉、牛肉，还有香料。晚上你给我们做大盘鸡吃吧，还有烤肉串。大盘鸡？吃过吧？吃过，但没做过，应该不难。嗯。过去我们都以为你是只流血不流泪的铁汉，进了这门直接撸起袖子滚做家务了。哎，你们俩好久都没见了，不许斗嘴啊！你上去备饭玩。哼，你跟我去书房。还以为你会脏脏的回来。离家三十多天，也不知道去哪儿摸爬滚打了。回来洗过澡。嗯，难怪，香的。
小心点，别把手里的东西弄掉了。张镇定，不喜欢？都不问我就买了。不喜欢没关系，明年再买，再不喜欢，后年再买。到时候串成一串，挂在脖子上，老了谁的戒指都没你多。试试大小。哎，你的那个呢？你怎么现在就戴上了？方便。自觉，值得表扬。哎，你不方便出基地，怎么买的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想买的样式，然后估算了一下你的尺寸，让领导去市里带了一对回来。你干嘛麻烦领导呀？你今儿回来，晚上咱就能买。主要我自己想先戴上。再看看，再看看。你干嘛要把戒指放裤子口袋里呀？你怎么猜到我能摸到？过去我做饭的时候，你总是喜欢从背后抱住我，把手插在我的裤兜里，这是你惯性的动作。哼，诡计多端。是过于了解你。嗯。我先做饭，鸡汤快好了。你等会儿。我本来是想晚上告诉你的。好像怀孕了。真的高兴吗？你也没行动表示，也没看你激动。我把火关了，不带你这样的，亲完再去做饭。你不至于吓成这样吧？我在想结婚申请的事儿，婚礼要怎么办？我有没有假？明天得去一趟医院确诊一下，看几个月。好像是前三个月比较重要。我在天外每天可以开车回来，但这边不能回。家里只有小南一个人，也不是太放心。你不会是把以后孩子要穿什么牌子的尿不湿都想好了吧？哎呀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开心了。刚刚你的表情都吓死我。第一次当爹，慌张在所难免。现在心情平复多了。嗯。再抱下去的话，一会儿饿肚子啊。再抱两分钟。压口气儿来了。
奇迹，可不可以见到你，让心跳继续一百亿，砰砰砰闹心。哦，你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，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想你。恋爱在流行，真的是要这样。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别动你。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……小学现在都背这个？初中的，他在我书架上翻到，看完喜欢就背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能提高阅读量，以后也能用得着。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书架上就什么类型的书我都读。我六岁就读完了四大名著，我最喜欢的是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》。过去好多书都是繁体字，就这样无师自通。字看得懂，内容呢？说实话，不太看得懂。但是七岁那年我又再看了一遍，好一点。后来慢慢慢慢的我就多读了几遍，就全看懂了。学习好还是有理由的。哎呀，过去过去。你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，有没有人告诉你一点